家好，我是 Change 路易的老板。对，我是那个北京 CDC Entertainment， 我姓陈。那我今天很开心带着 Change 呢来到再一次来到 DEF。因为 Change 在韩国的工作呢也快要结束了，然后我想亲自带着 Change 呢来到 DEF 呢，跟这个地方的老师们还有院长呢道谢。因为DEF 在半年前Change 刚刚到首尔来受训的时候呢，为 Change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训练，也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活上的纪律，跟一个培养他的生活、他的友情、他的朋友，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，让我们公司呢，对我们的艺人在韩国发展呢的基础的初期有很放心的感觉。我在此也非常谢谢 DEF 的对我们 Change 的关照，谢谢他们。那再一个呢，我也要谢谢DEF， 因为在这边有几个月的时间呢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训练，学院也给出一个很严厉的要求，这个对艺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在几个月之后呢，虽然Change 必须参加唱片的制作跟包装的工作，但是因为之前在 DEF 有很好的基础训练，所以在后来的工作里都比较顺利。包括在参加MV 拍摄的时候，有一些编舞的工作，参加别的老师编的舞，他必须学习，编舞老师的要求也很严格，时间也不是很充裕，但是因为这些早期的比较好的基础训练，使得这个 Change 呢在后来的 MV 的拍摄工作里面呢，相对的比较顺利了。因此我也要再好好的谢谢 DEF 给 Change 一个很好的教育。那我希望未来呢，只要 Change 再回到，因为工作或是什么原因再回到韩国呢，都会再回来看看这边的朋友。因为这边的朋友或是老师们呢，对 Change 当初的生活有很好的影响，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大家将来都还会是一直联系的好朋友。那在此也谢谢 DEF 的朋友们给我们曾经的帮助，也希望大家非常开心，生活愉快，谢谢各位。